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格斗大魔王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打法高深莫测、观赏性满分的泰拳王，他就是美国籍泰拳手勒德斯拉。因华丽的打法也被拳迷起了各种绰号，闪电先生、滑板上的鳗鱼、泰拳版的梅威瑟都是他。每次他在台上使用出鳗鱼般的闪躲、毒蛇般的出招，总让台下观众大呼过瘾，甚至很多网友表示看了他的比赛就非常兴奋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他神鬼莫测的打法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对，就算他能躲开，比九连胜，当然可以。这是一个问题。来看看一个老牛的拳感，这是刚刚挎在身边，你看。对。应该是传说中武林高手。这个进攻压力非常强大的。勒德斯拉给我感觉这下有点被激怒。压力啊！年轻的风采来。比如的话，哇，变线踢来了。灵活，对，他有时候就把这个前肢身体往这顶着，让他讨厌，你知道吗？就说有人说的这个是，这个状态不错。勒德斯拉早踢啊！我们今天这比赛一上来，哇，哎呦，漂亮！哇，对，昨天昨天穿。非常危险，对。啊哈哈，啊，两个人对视一下，哇！想打的赤手接不好，特别不好弄，两。哎，我干了！哎呦，他这打法真的就是非常。对，当然没有组合拳，没有贴身的拳。哎呦！漂亮！